其实我们这一年，跑了很多表演，去年出了一张专辑之后，我们今天都在跑表演，那去很多地方，看了很多人，然后看很多事物，然后很多好兄弟跟我们一起走。那我觉得很可爱的是，我们每一场表演总是会有一些变装，然后总是会有一些很酷的事情发生。那其实，对，就是你啦，耶稣，就你啦。啊？你住旁边而已哦，真的假的？新竹人哦，我操，给新竹一个欢呼声好不好？啊，共玩哦，你这样就不对了，你直接就要搬共玩了，开玩笑的。总之去很多地方哦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动。那明年我们有一些计划，可能会出一些新歌，然后也可能会去更多地方表演。那我们最近因为有在安排一些行程，可能明年有机会去国外。上次说约好要写歌，结果你直接说你要打麻将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啊，麻将太重要了，你知道吧？是不是？看到没有？好了，我开玩笑的啦。总之呢，我们明年有蛮多计划的，希望带着这份可爱去更多地方。那也希望大家可以陪伴我们这份可爱继续走下去，好不好？啊，再来就是你们最爱的师傅来了，全世界只等这一首，一首歌手。今天佛祖没有来，今天只有耶稣来，所以今天耶稣要下来普度大家，信耶稣。会不会得永生我不知道，但今天听完耶稣，可能过阵子大家都会生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今天离开新竹都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保佑，很多很多的启发，很多很多的爱。屌啦，真的很屌。Yeah.
谢所有的好鸟兄弟们，我是古力哥，下次见。跟大家来张大合照好不好？所有把你们毛巾都拿起来。